载，风云谁来主宰？满腔斗志的我们深陷泥泞爬不出来。为了义气，我报仇血恨生死厮杀。为了义气，我背弃人伦道德展开自杀。一战成名的我，点燃乱世背景的火，站在悬崖边缘的我，和兄弟做了个新货。茁壮大清前和名利洗不掉我脸上的伤疤。以暴制暴的仇街陋巷，我们在这里成长长大。照不清时间，照不清的血，照不清的血，照不宁的眼，望不心这下再看一手遮天。拥抱派的荣誉赌上我的一切，这是我的记号，眼神是我的暗号，一声令下开始行动，把他们全体干倒。我的枪，我们将义气，我们帮义义，战无不胜必须打爆敌人的脑袋，剁掉叛徒的手指，要是你敢说错话，就等着被我们收拾。赵红兵从老山前线归来，回到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，开始新的生活。这几个退伍军人以为永远离开了战场，但更多的战斗在等着他们。这个城市未来20年的腥风血雨与他们息息相关。这个早晨，一切才刚刚开始。红兵，晚上给你接风啊！好，待会儿我们来接你。赶紧的，走吧，晚上见。走了，走了。慢点啊！走了，走了。等我啊！波儿，喝吗？不喝。妈。姐，红兵，爸，我回来了。好，回来就好。坐吧。来，给姐。爸。红兵，来，让姐看看。黑了，瘦了。姐可想你了，姐一想起你在外面又吃苦又遭罪，我就……哎呀，别哭啊，姐，我都回来了，啊？没有没有，没事。哎，小波，咱们叫二叔啊。二叔，来，小波，让二叔看看，还认识二叔不？认识，小时候还在我脑袋上撒过尿呢。他呀可淘气了，比你小时候还厉害呢。是吗？大哥呢？他忙去了。红兵啊，晚上想吃啥跟姐说，姐给你做啊。不用了，姐。爸，我晚上跟几个战友出去吃，你们就别忙了。行，那先把水喝了，暖暖胃啊。呀，
这咋还戴手套呢？啊，老伤了。啥伤啊？来，让姐看看。哎，没事，姐。让姐看看。这很长时间恶动。哎，别动。这咋这么严重呢？这是咋弄的呀？在战场上被蹦过来的石头砸的。其实当时要是医疗条件好点儿，或者医生再用点心，我这手也用不着紧。爸，后面还没有对象呢，就多少女孩惦记他。行了，别说了，回来就好。回来就好，你好好休息休息吧。怎么着也得收个由头啊！对，当然是为了保家卫国的勇士赵鸿斌同志胜利归来干一杯。对，为了鸿斌，也为了哥几个还能活着一起喝酒吃肉看姑娘，干干干！鸿斌，你还记得咱们是刚入伍，一个大哥一个小哥上下铺，大哥在上面做俯卧撑，然后小哥晚上在底下刚睡觉，吧唧就盖下去了，直接盖到小哥身上。我记得，我记得。当时咱们俩光顾笑了，谁也没伸把手，结果最后班长把咱们俩臭骂一顿。不是，就鸿斌臭脾气还跟班长顶，结果班长罚我俩一块跑圈。你俩这算啥呀？有一次俺们军事演习，你指挥官的车陷泥里边了，正好旁边有几个士兵躺在那儿聊天，那指挥官就冲着士兵说：“哎，你们几个把车抬出来。”结果你猜怎么着？那士兵对指挥官说：“对不起，指挥官，我们刚刚阵亡，啥也干不了。”这事儿我知道，当时指挥官就说：“来，拖两具尸体出来垫底。”这帮士兵一听，全打马跑了。哎呀，那时候老以为自己就回不来了，老在想，不知道啥时候就死在战场。也没人知道你是谁，没人知道你叫啥，就他妈知道你死了。是啊，当年我们拿枪拼命的时候，谁能想到有一天我们还能活着坐在这儿？哎，算了，不提了，过去的事儿。既然咱们哥几个今天能坐在这儿，活着有吃有喝，就说明后边还有大事等着咱们干呢，啊！所以说，咱们今天有酒喝酒，有肉吃肉，来，干了，干了，干了！我操！哎哎，给我走！我操！我操！又他妈是他！这礼拜到第二个，他们谁呀？铁路帮路委的手下，仗着有路委罩着，天天他妈嘚。走吧，回家。小崽子们，会打架吗？哎哎哎哎！停停停停停！就他妈这样还出来现眼？刚才谁说话呢？我。哥们儿，你活拧了吧你？知道你爷我谁吗？我只知道我爷早死了。小崽子，你得罪错人了！我大哥陆伟，
操！操！哎，你要是再不走，你就得罪我了。啊！你那一个俩的，我等着啊。刚刚转业的赵红兵并不清楚，因为他们无意中的一次打抱不平，便与当地的一个瘟神铁路帮陆伟结下了梁子，而陆伟又会为他带来怎么样的麻烦呢？红兵没多久就去了银行工作，李四在市政府做勤务员，费四在工商局开车。小季因为家里没有权势，又不愿意被安排到小镇去，自己开了家废品回收站，日子暂时过得自在平静。哎，四儿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给领导过来办点事儿，顺便来看看你。咋样？现在银行？就那么回事呗，整天也没啥花样，陪领导吃吃喝喝呗。又享受又轻松，总比挨枪子好多了吧？嗨，哎，红兵，赶紧走了。走了。哥，怎么样？好啥？有人欺负我。你又干啥了？我昨天啊，听几个人说你，就说难听的，我当时我就炸了。那我们几个马上就要跟他们干，谁知道他们还挺呛。他说啥了？他们说你说陆伟是个鸡巴。给我找，看他们长什么样。我说，再点俩菜吧。来，服务员呢？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再点俩菜。主任，差一半够了。哎，不不不，一定要吃好喝好。不找了，菜单不用看了。那个你们酒店松鼠桂鱼，还有那个醋溜里脊做的不错，一样来一份。好嘞。再有那个叫啥名来着？哎，行了行了，主任，够就行了，够就行了。不，必须吃好喝好。哎，够了。那个最贵的，上一份。来来来。快点啊！来来来，大哥，来来。好。哎呀呀！那点吧。哎，你这口太小了。我说太小了啊！我说大点口，大点。兄弟，再来两瓶茅台怎么样？不行。来两瓶，来两瓶，再上两瓶茅台。来，解干了。来来来，好，您了，您了。哎，我先放这儿。哎呀，今天喝的也不是每天，不是每次。不是上次不少了，啊，不是上次，圆着的，圆着的，不是，那个，来来来，刚来，刚来，来来来，来个大一定，放，我真的有点不行了啊，放，哎，红兵啊，这个孙市长今天喝点高了，那样啊，回休息，你在咱们银行对面的宾馆给开个房，然后让这个孙市长好好休息去啊，你们快看边，来来来，可以，啊。哎呀，红兵，一会儿你再回来，我在这陪着。我没喝醉，我没喝醉。你们慢慢喝。来来来，红兵慢点啊！哎，喝点，来来。晚上的房间呢，一定要安排好一点。中午这不行，档次太低，水平欠佳啊！告诉你，晚上如果领导不满意的话，哎呀，红兵，你别闹啊！李叔正在办事儿。安排晚上领导的酒和菜。谁跟你闹了？怎么着？这刚吃完又要吃啊？哎呀，那是不吃咋办呢？你们就行这么糟蹋国家钱呢？红兵啊，你要这么说话的话，李叔可不愿意听了。那你中午就没去喝酒啊？我去了。是啊，那你就没糟蹋国家钱？我下次不去了。哎呀，得了得了得了，你爱去不去，别耽误李叔打电话啊！你们这帮蛀虫！你个小兔崽子，你是什么东西？你说谁呢？我说你呢！我们在老山前线流血，
保护的就是你们这些蛀虫啊！你个臭当兵，你当了几天兵，你就敢来解释老子？谁他妈用你保护了？你别侮辱军人啊！你个残废，你就不是靠你老爹！你们这帮蛆！红兵这一脚把自己踢出了单位，他的命运也从此改变。许多年后我问他，他说他从未后悔过，再选择100次他还是会踢出这一脚，因为他踢的不光是李主任一个人。